袁善，我们现在来谈谈怎么样才是热爱生命的人呢？热爱生命的人充满乐观，积极进取，不只热爱自己的生命，也热爱所有不同国籍者的生命，更要把幸福、快乐、欢喜带给所有的人。我们热爱自己的生命，也要热爱不同宗教信仰者的生命，不同种族、肤色、民族者的生命，也要热爱不同风俗习惯、不同文字语言。不同风俗习惯、文字语言者呢，也要热爱所有贫富贵贱、至于美丑者的生命，把幸福、快乐、欢喜带给他们。我们更要光辉自己的生命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一辈子就是为他人、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世界人类来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说得太好了，每天要问自己，我如何为他人、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世界人类付出奉献，这才是灿烂辉煌的生命，这才是永恒不朽的生命。我们不只要光辉自己的生命，也要光辉全世界70几亿同胞家人的生命，帮助所有的同胞家人能够为他人、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世界人类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帮助他们来展现灿烂辉煌的生命，帮助他们展现永恒不朽的生命。今天最后的压轴由国际清风大自然快乐操教练团、印尼花香大自然快乐操教练团为我们带动世界一家，有请廖文瑜教练来为我们带动，掌声欢迎。好，现场在座的家人们大家好。今天真的很高兴哈，我们在座来自不同国籍的国家，来自不同种族，来自不同语言、宗教，来自不同习惯、文化背景的家人们齐坐在这里，大家说你们有没有好快乐啊？幸福吗？幸福。OK， 因为我们都是最快乐、最幸福、最欢喜的一家人，大家说是不是啊 ？OK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又到了动一动的时间，来，我们请各位家人请起立，来，我们一起舞动生命之美，迈向世界一家，开创人类新道德，就是世界一家。各位家人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爱的鼓励完之后，世界一家，加油 ，OK 吗 ？OK， 爱的鼓励，一起来，世界一家，加油！音乐，谢谢，拍手，一起跟我说声嗨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4、5、6、7、8，嗨！你我一下，地球一下，人人一下，来，一起动起来！一家，世界一家，国籍不同，来，换动作，一二三 ，Go！ 打声招呼，嗨！好了哈，你好吗？快乐吗？不错哦，笑得很甜哦，换一二三 ，Go！ 二三。来，准备换动作，来，一二三拉，换边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一二，快乐欢喜带回家，走往上上下，人人一家，天下一家，彼此一家，世界一家。哇，我们的家人都很棒哦，往上拍手拍手，呼，六七脚踏步，2、2、3。来，跟我一起动起来，再拍，拍，拍，来拍，来一起
下一家，跟我一起动起来。国籍不同，还是一家。换动作。Hello， 你好吗 ？How are you？ 不同，人人一家，民族不同，统统一家。慢，一二三，勾。结识一家，风俗有变。会唱的大声唱，一二三，啦。不外一家，不同都是一家。文字不同，全是一家。所有人类，也是一家。换后一。一家，地球一家，人人一家，天下一家，一家，一家，世界一家，国际不同。最后来，飞浅动时本是一家，人类行道的世界一家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拍手，再再挥手，嗨嗨，世界一家，呜呼！来，再一次大声的欢呼！我们把这个欢喜的气氛传到天地之间去。再一次，一二三！哇，好棒哦，真的很赞！让我们一起开创人类新道德、新价值、新文明、新文化。我们要迎接这世新运动的到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一起加油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再一次，加油！最后一次，加油！好，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幸福欢喜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廖文瑜教练以及国际清风大自然快乐操教练团、印尼花香大自然快乐操教练团多年来的付出奉献，带动许许多多的儿童、青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跳大自然快乐操。清风和花香真是幸福、快乐、欢喜的使者，不仅带给自己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、欢喜，也带给许许多多的人幸福、快乐、欢喜。大家再以热烈掌声感谢他们。